这场的讨论会是或者媒体的主体性吼，当然甲下一场或者也是媒体的探讨吼，其实这场的论文包括公民新闻吼，这其实原来包括影视啦吼，所以两场有同质性吼，我是中央大学迄个郑兰秀吼，来真欢喜。来主持咱这场的这个讨论会哈，我不是媒体人哈，不过就是讲伫个长期间哈，咧教书，知影讲这个媒体新闻哈，对社会对思想的这个影响力哈，比中国独裁文化内底吼，对这个言论吼实在足重视，足重视是啥？控制吼，所以咱知影讲，有一个成语哦，叫道路以目吼，就是讲，行路唔敢讲话，你听无？吼，敢若我目睭看人咧啊，这是啥？这国语，这两千几年前就中国就管这言论啊啦，吼，这管到言论吼，这知影讲咱你国民党啊。这个戒严的时阵吼，这媒体的重要性，做一个投资人吼，会感受到。所以第一，拄啊戒严吼，第二年开放媒体，我就开始比较较大量的开始写吼。其中当时上一年啊报系吼，自由派主持啊，这中国论坛吼，内底我一个文章就是讲。这个戒严后吼，这新闻要哪做？其中一点，我就是主张，迄个爱有独家的导师，吼，像日本的调的新闻吼，就可以，吼，一个声音，一个副刊的声音，吼，所以我后面国部就开始有这个言论办出来了，吼，当然，这个言论是民间的言论了，吼，不过咱这个学术的专栏吼，其实。长期间伫个用当时的两大部早期的就是联合，甲中国时报其实拢存在吼。不过，甲解严以后，我开始向这两个报纸导稿吼，而且尤其是中国时报，互我发表足多相当重要的文章在中国时报内底吼，所以就是讲开始写文章吼，刷到当时一日晚报吼。早报吼，道高仪甲迄个咱丁一良教授的首个早报吼，伊咧当做主笔，我往迄阵啊，人讲嘿，你个时代哦，你讲往你个正名，我往正名吼，我伫首个早报写吼，所以当时吼，甲未来的台湾日报吼，在报纸甲在做遮拢有关密切的关系，在闽南人吼，这资讯咪在。你的性格拢有关系，所以当然，我嘛吼真欢喜来主持这场吼，我即话就卖阁讲，因为时间真短，今仔日就是吼，即摆迄个阁一位来无来袂要紧吼，我就先介绍即个论文的发表有两篇吼，头一篇是曾鸿嘉先生吼，伫我正手边吼。这经历真多啦吼，但是我即马重点就是讲，伊即马咧拼这个新头壳网站，吼，诶，装这制作，就 New Talk， 我逐天看已经看几半年啊吼。新头壳，我希望咱大家吼，甲上班甲拍这个关键词，新头壳就听到你去，吼，我逐天看是足赞吼，所以这是爱支持，所以伫平面媒体咱全部拢无去的时阵。这个网络媒体，咱应该爱去争取吼。这个伊是这资深的媒体人，我就卖阁介绍吼。论文的这个发表，阁另一个少年的吼，我真的非常欢喜吼。这个柯建宁先生吼，伊是即马伫澳洲或者莫纳斯大学的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的候选人吼，我无即个无讲即个地方吼，即曾先生是伊个地方是《一公民》新闻
诶，骨气吼，即叫做骨啦吼，即骨物件诶，骨诶感应吼，诶吼，即个中国骨气吼，迄个新闻骨气来看台湾媒体主体性诶建立哦，啊，即个课程是第八是当代台湾媒体甲台湾主体性，就是现况甲条件哦，即种就非常有意义诶第八。啊，即马我介绍即个我杜秀平诶，即个罗宪雄先生吼，伊是。非常资深，咱阿爸无爱听啊。其实嘛，咱就是时报这个先机专栏的这个吼，出名的这个写作者吼，这个资深的，伊原来是咧经济，伊是经济专家吼，伊是经济部副社长吼，啊所以吼，这爱行入咱本土的吼，贡献非常大吼，多谢上先生吼，啊，伊做语坛，啊，另外一个林英慧小姐林英慧老师啊未来吼，伊嘛是我资深的媒体人吼，伊即马伫个即个皇宫，适当来参加介绍。啊，咱即马会停书是安尼吼，即马是咱先发表两篇文吼，啊加迄个。有当年的时阵，甲来个江平吼，啊江平完了甲综合讨论吼，啊综合讨论的时阵，当然会产生两位主讲者吼爱回复，即答复即个有当年的即个问题吼，啊咱即马就开始请即个曾先生吼，开始啊，来拍我一下吼。多谢曾教授，因为曾教授必须是。我伫大日报的时阵吼，迄时阵做编辑，伊时阵就足非常鼓励吼，我伫大日报，所以伊电脑间会卡住我，恁带文章入来，吼，先好好支持。所以我想讲，即个今即个研讨会吼，咱希望讲针对媒体的一个出来问题，吼来讨论，啊，到底咱有机会无？我感觉即个物件重要，因为咱家己人拢是真烦恼讲，出来媒体真严重。你最近大家拢挂心。好像苹果日报吼，已经叫卖掉了。这样讲足奇怪，大家往往蔡英文伊个讲法啦，哦，这苹果日报是外国人，香港人，啊，咱蔡英文台湾人啊，所以伊是搞不妥情况。啊，但是啊，毕竟苹果日报吼，因为有尊重伊个一个独立性，有尊重每个人的专业，所以这种有啥一个独立，较独立、较本土、本地的一个做法。所以就是咱讲讲遮调，咱袂用讲看拢是啥物人，爱看伊对新闻专业是毋是有互伊尊重。所以我即个这两文会为公益新闻这部起义来看，有些正大个感觉是讲，阮当时是伫媒体做工作，我伫《中时报》，我伫迄条新闻周刊，甲地方通信社做过。你知影，迄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伊影响到咱遮济。媒体人吼，伊要发挥伊个主体性，足困难。所以我伫我入门，其实我开始先讲一个问题，讲到底咱台湾的主体性，媒体的主体性，那很困难来表现，那无。其实踮伊后头伊，迄落咱入门的发表者吼，建言兄弟会讲我详细，但我认为大概有几点。咱台湾的主体性，因为咱的一开始就讲叫党官党国体制控制这媒体啊。伊分享遮个媒体啦，我听过一句话讲，真趣味哦。因为我伫迄个咱有节目吼，有线电视台开发建筑，伫绿色个啦。咱讲到哪里来分个话，伫绿色个媒体，诶，高层的主管吼，其实嘛，真侪拢是以前老三台个。我说伊个当地混个甲伊个思想，其实甲老三台一种个党国体制同款。啊，伫迄个真侪咱少年个出来新个迄个。媒体来到本土上呢，伊嘛有地方派媒体做工作，所以你了解安尼加二分法，我伊是列个伊呐，来电媒体人讲安尼属性，不是，就包括我台湾部时阵，阮加一个编辑也是讲，迄落诶记者伊一些问题嘛，我认为跟报纸无关，但重点咱媒体来专业，所以这专业真个老尊重，我感觉讲其实。所以咱本来主体是咱本土是是主人道上。那咱这样讲的，我叫我个表格大家看吼。到2001年时阵，伫咱的迄落媒体的一个，像咱讲华星分线伊的结构，其实非常
所有的外省人，你食都几啊钱个？我哩当个人情况面，咱在以前拢是本省外省人登陆去。那时候我主要往下，哎，为了吕东西也在株洲来建立厂。但是你看到人情况面阵，选择也是蛮好。那我讲，因为就讲，我系生活嘛，伊是虾米？大概咱虽然讲无本省外省，但是其实你看，因为感觉每一种优势哦。啊，伊思想都嘛影响媒体，所以这是让我是足够，是在大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商业的一个逻辑，这商业逻辑。所以我要讲来讲，咱以前有真侪，包括跟咱本土人吼，咱有打架，推动的就是党政军退出，没成功啊。好，咱退出来吼，但讲什么官方不用做啦，什么政府不用给这个资本，但是。新工是退出的，退出以后就变财产了。哦，咱这样看，已经尝到苦果。就讲包括光明，光光财产，那嘛财产嘛。哦啊，你讲即嘛，比如话，不然嘛财产，但是相对好是，还有在估算量，哎，他这样子变财产自爆啊！他自爆出干我干后，干我干租金钱干我干广，人也能过来等于偷了。另外，你讲。自助性行销啊，对媒体的影响足够。以后自助性行销，那是一个方法。这方法来讲，就讲哦，真侪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混用来控制媒体。所以这自助性行销其实影响咱台湾就是真多。我以前做媒体阵，不哩记者吼，出去记者人吼，我讲一句话啦，讲诶，在外一条龙，在回到我办公室一条虫。哦，这一生出来就讲，因为当时就。长官嘛吼，一条虫，哎，你外口一条龙讲，哦，你真威风，你自驾，开始即嘛吼，在外也一条虫，啊，回到隔班是连虫都不如，没放一下，对吧？所以这是这个点，因为自助性营销嘛，所以我是有钱的头边，我特别讲过，买新闻，我都了解新闻，对外弘扬的话，你自驾不算这么重要，所以用自驾有什么特性？哎，讲我理想的主记者嘛，不会啊。我参加第一咯，两千零七年到两千一九年阵，就是台中选举阵，请到地方的优秀的资深的记者，因都无来拢写叶片啊，写自我是行销来写的。嘿，管局长对嘿咯，执政者写自我性的行销写。哎，以前不可能写，你听我讲，啊，像我们嘿。甚至要求讲，你爱迄落植物性行销，就迄落你叶片啊，吼，要有它的成一个烤鸡的打折，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制度，这制度超东西，做起来让我们懂。所以咱知影，起码中国伊嘛知影这方法真好。所以中国第二台湾有一个两个方法，就是我选择代理。这代理人就代理，从可能咱在外广东就替你处理啊，你就变环保了。哎，证明我比较植物。我来做新闻，啊，就甲你洗脑，这一种方法足紧的，知吼？所以我真好讲，是可能知嘛？到我以后就有一个环望中大游行，伊这环望中的一个规个活动，一开始拢是我真好讲的新闻发布。比如讲，伊从一个中美的电话了，你讲因为报道讲陈云林来嘻哈，啊，报道嘻哈五条万哦，吊吊在你跑做主题，规个标题华中的事情。这华中媒体阵，阮独家报道，哎嘛不否认，啊，这新闻就是打火线啦。那么蔡英文接受华中邮报的专访，叫证实，你知道吗？阮改，我向人都无证实哦，改讲是，确实啦，伊一嘴话同意，所以才来的。等于这新闻就开始，伊到我们万中做者，包括知乎新行家、吴建者，这么陆委会唯一敢出发的一件，都是我发到台湾，就是阮报道。因为我提个证，啊，过来报道出来，就讲伊来自助性营销，一当时国光外地钱就控制版面啊，头版哦五百字，放一张相片，二版哦第几张拢看，清清楚楚，伊用这方式要来影响台湾。所以自助性营销伊算符合市场的资本主义逻辑，但是伊反过来吼，咱买地板工，党政军追求伊啊，哎，咱遵循自由市场，啊，咱言论多元化，不能在后头。很多起码叫商业的力量来控制，所以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另外，有一个要提较大的问题，讲咱希望
咱长期啊，比方讲咱台湾，比方讲什么话，讲媒体，媒体啦，要怎样来自律，家己独立。所以伫十八年前，主要无迄阵上届冠军，就是九零一大游行。啊，十八年后，又一个台湾重大游行，其实是媒体人家己发动。比方讲媒体人用来抵抗，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咱所讲的商业的，这力量。但是你想要发生一个问题，哎、欸。媒体人的内容其实你感觉足少的，知道无？十八年前的《自由报》无法度抵抗那阵的潮流，《自由报》用关。啊，即马的《新闻报》嘛组成一个单分，嘛是协调啊，吼，协调以后，即马变来看咧谈判，基本上拢是针对什么？伊的个人的，讲伊买资产费啊，讲伊的福利啊、权利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无谈论到民主体制。我媒体人专业，我的能力都无坚持。这么最起码提出来，他们讲我做弊端的，我感觉这可能是阿伯以来不太有可能。所以一句话嘛，阿伯有国台队无？哦，平常比如说在做台湾上，第一问题讲阿伯有国台队无？大家拢感觉国台队无好用，哎，但是吼，国台队话无好用，伊对咱隐私啊吼侵入无好，但是咱咧做侪大官的隐私啊吼，伊会讲伊属于道德物件，嘛是国台队入来个了解，所以有好有坏啊。但苗南拜一拜，无，即马拜大官吼，拜伊现在即搭叫特权，即马用官来管啊。哎、欸，之前阿拜用即款来较多一点经营哦，因为我无相信古宗庆讲拜台顶啊，拜你讲去对啊，就分钟，你看伊做分钟嘛，你看伊个生意什么哎女朋友啊吼，拢叫过度化。啊伊个红火案，那伊做安过度呀？哎，即马拜成官过度，伊超过。这钱来买台，伊就解决。所以个人来看电视，一个影像，讲吴宗庆去参加，今日吧，他来三三会，拢去了台。起来伊的时阵吼，那英雄是被欢迎的，所以讲哇，这太赞了。讲你替我们打下，伊就办，拜咱就放心啊，一时安尼啊。吴宗庆忍不住的，伊啊尽量一克制吼，啊就忍不住要笑出来，干嘛？不得已。所以啊，怎样讲？那即卖媒体讲，即卖 L 的资本换了转人之后，你的这个媒体自主性、记者本身比较低淡，我做悲观。所以，我结果就是讲，咱台湾的媒体的主体性，其实加多嘛讲，咱要独立，要有自律，你有家己这本土的一个观点，哦，你有毕竟你是员工，你嘛唔知道，你观点就是强台湾。第三个。但我建立独立就是一个，但是我也放心个，主联发挥个专业，后尾讲产什么一线人才，但是主联就比咱大有优势。但是咱这里多讲伊三个、几个、三四个因素，其实咱专业比较较弊端。所以我这里问有个重点讲，啊，大家问讲啊，公民新闻，现在就是我多用解决这个问题，讲不是解决问题啦，讲做帮助，也是讲有希望讲回来的主持人我出来。我伫多这三年来多，参与新头看吼，我刚做个新闻，因为我到参与这新闻的网站时阵呢，发现有啊好。咱台湾这三年来就是公民运动做蓬勃发展。大埔事件大家拢知嘛？大埔事件伊是大家可能不了解，伊是六月发生吼，但是伊是半年前就已经有发生了。伊毋是讲六月份发生，伊是一月时阵有两百个农民。伊甲刘振宝这个馆长下跪了，伊伫公开咯，因个动土典礼阵下跪，拜托拜堂遵守。但是媒体无报，还是媒体无报。伊只个农民嘛，叫刘南下来台行政院来把抗议，嘛无人做，无人知影，大部分农民都无人知影。但是那一到六月时阵，六月九号时阵，迄新闻变到爆发。电视媒体报纸拢无会报，我所以也报嘛，看电视办。但是公民新闻伊会帮落发酵的力量，伊拢做大。所以那一个，我讲公民新闻就是在台湾里程碑。为从一阵开始以后呢，大埔这事件吼变作一个典范，将来公共的政策拢会叫有可能叫公民的力量来翻转、来扭转。可能有人唔知讲大埔事件，那是讲我一家受约区哦，做他的支持。但是大教法律的规定，伊完全加完严肃。
有依法行政，我全都无问题的。啊，最后你们把他放高档，一点都不严，就到处到处去，到各派无言的挖，这多变的建物。但是，刚好最后两趴的人一点起翻起来，这公平地方能翻的呀？这两趴都结果了，最后这一个合法的政策，哎，这么简单呢？而且，另外到了被趴呢，一块受益的呢，他你说哦，问他对他的好处呢？结果这就抓派了，引起嘛，引起上街的，包围县政府，他不会调到我的征收那个费用，就一把刀刀，所以。很怕公民的力量啊，不打翻转政策，你要更好加税，其他啊受贿，这是新的公民力量，包括说必要对吧？国公国安石化，对不对？翻转，其实做在未来包括核能电厂，根本是还叫公民运动，但是我来讲各位先讲，以前跑公民运动啊，那以前公民运动没成功，今麦公民运动成功，那在黄安中。其实这封写起然后就下联，到青那个青年反旺中七百几个人哦，引起了旺中集团很抗议。哎，这是真不简单的下联，全部拢打起。那他搞什么？哎，他的热血非凡的媒体，哎，这是真不简单的哦。所以，我大家注意，因为旺中这些科技出来啊，有些关键那些特别注意。以前那个媒体是专家，但是呢。这些专业比网络出来准啊！吼，一点代表专业专业的定义，一点专业如果报纸你也去抓起，你也派报去，你也有有电视台，也有你在那边有摄影出来，叫做做些资源稀少，以做伊爱少数人叫做，下班我出来以后，大家拢是问题啊，大家是公平计价，所以你那个视频王家叫顾问，各位在从保安面前来的。你是用来做编辑的哦，这因为打到这方，打到其中他听到过，说话没几个字的，都是代理的，各位，哎，一直在让一抵抗所有媒体的啊，一直让在刚好嘴里啊，一想，连面对面，然后家里底下有脸书，往下文章，一下子平下两两段文章都靠这几百人去按赞，谢谢两位的分享，分享都分享出来，我不敢话。哎，这些人，比如所有的问题啊，被掩藏在这里，想要被逮，被逮的发生什么事？所以讲，各位同学啊，以前这些人的媒体啊，做影响力，所以任何人都是媒体，任何人包括作为独立媒体，也能发挥广播新闻的效力。所以全部的大股、龙铁，包括国华石化，包括啊旺中，温馨台把咱反映在这，对嘛？这些问题啊，对波住，包括啊引导力。哦，主流媒体爱登记，到苹果日报，其实现在是什么是哦问题，文化一家的来了发动，所以这边网络媒体、公民媒体来主导议题，哦，主流媒体必须要登记住，哎，那种机会一点。啊，但是我最好讲，啊，过于过什么，啊，公民新闻跟主体新闻关系，加关关系讲，你说公民新闻关系特别多的，那咱们台湾起码县里和南区也营造了这。你看，你那是我帮你拿，你了。哎，另外就是我在辩论，我理性的沟通。但是咱讲哦，这个也是广播，这影响是我的主网。哦，啊，这个核电厂，我大是啦。今天说，哎，这国产一线产业都是咱国家咱想的，来注意。这公民新闻以前都突破这蓝绿的框架的时候呢，我做这样的爱戴的。我了解一个，但是公民记者，你不能讲是公务员退休的，公务员退休以后。伊本来是，啊伊就买一个点样机翕相，去点样写文字做报道。实际呢，伊用做直播，比如迄个高年级有只同学在遐，伊在遐直播，外省人，我听讲外省人，但是伊也做做工作。你去报道伊也发现讲，政府看你差，到处去的哦。以前我们知影，以前做公务员我们知影，做完一做才知影，政府资讯不透明，你采用我都全程采访。哎，要出去啊！哎，所以透过这公民新闻报道的过程，其实伊感悟。所以讲公民新闻，伊本身有伊个关键议题，就是包括环保、人权，吼、哦，但是跟本土有关系。所以主人伊就是伊个主题性。另外对公民下来讲，伊有比较厚道。所以讲，既然伊帮了世界时，那起码有可能，
来影响着主流媒体，影响着电视甲报纸的生存时阵，但是讲咱有机会赢，对无？啊，只要有赢，那是徛伫咱的主体性来发展。所以，我就算是当年无做，坦白讲，当年无迄阵报文，差不多六七万，虽然当时无几分钱，当时无啥无价值。看到人家没有动，他交忙，他没动，为什么交忙差不多这但是我来，我虽然不能帮咱们应用咱们书一整个单，为什么其他来帮咱们就没出？所以才可以讲，物业房物业底下都下降，下降在干嘛？家里本来你是用建材的，不能讲，但是下不下降？做了到各位就按我打电话，然后来。要注意了解咱媒体发展，啊，像网络这经营是咱解放咱所有工具，咱对抗主流媒体，用这工具来对抗新的威胁。我的工作。曾先生，伊是资深吼，有经验，有这个。民粹的观察的一个记者吼，所以其实也够做侪物件，我讲。不过就是讲，做一个媒体人，伊讲爱有台湾的主体性，有自律吼，啊，搁即摆有一个公民新闻出来吼，应该当然是充满着希望啦吼。不过其中也讲，其实实在无多乐观啦吼。即个过程内底，我当然是相当悲观吼。啊，不过少年的吼。总是有希望啦，吼、哦！当时像阮我甲另外个教授，伫时代迄个上保守的，大家计足多啦，吼、哦！啊，要写文章吼，就是啊，淡淡嘛，吼！啊，即摆应该是爱鼓励搁较侪出来，吼、哦！啊，即摆哦，一场的就是少年的学者，吼、哦，就是出来，吼、哦，咱就是会为这个有真大的寄望，啊，靠先生，请靠先生，咱拍鼓啊，就好。